防疫升三级，餐饮店是禁止内用，店家为了持续经营，纷纷推出了疫情期间限定的外带特色，平常内用才吃得到，现在防疫宅在家也可以让三餐吃得更多元丰富，透过镜头来品尝花莲在地好店的同时呢，也一起来救经济。位在中山路和花岗街交叉口紧邻东大门夜市的白色百年老洋房，结合花莲在地文创特色商品和复合式餐厅经营的黑金通，面对这波疫情影响，收入仅剩一两成，面对危机立即转型提供外带，甚至推出宅在家也能吃火锅的全台宅配组合送干贝。像之前的黑金通就是以内用为主的餐厅，然后我们一楼有选物店，然后二楼是餐厅，然后我们也常常接很多的活动的包场，可是这次疫情来，其实活动包场一定都是被取消的，那我们其实很快就做出应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特制的餐点，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服务，像我们也有做火锅宅配，包含到外县市县内都可以做，然后我们还是会推出像有时候一个礼拜会限定几种比较特殊不一样的甜点跟咸点的那个组合的餐盒，然后因为其实这次疫情来，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剩一成吧，一两成而已，所以其实推出这些餐盒它当然还是没有办法止血，而至少就是可以让员工继续持续的上班下去，所以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一波可以撑的，希望撑过去到疫苗来的时候。曾经广受好评的客制化餐盒，这次转型为常态供应，都是店内平常招牌的高级料理。像我们的餐盒的话，我们其实是把很多像原本餐厅里面比较高级的食材，把它拆解，让它变得比较小分量，让客人可以在餐盒比较优惠的价格可以外带。像我们其实加35块，它就会有两颗的生食级的干贝，然后我们也把像一般可能一只要100多块的大虾子，把它放在餐盒里面，然后让它的分量减少一点，可让你可以花少少的钱，可以吃到以前要花大钱才可以吃到奢华的食材。像我们的餐点其实配置上啊，我们的米饭是用红藜米饭，然后我们里面会有像高鲜的地瓜，小菜会有两种。那我们的料理手法其实炸的是比较少，整份餐盒里面，如果你选的是像用铁板煎，它其实整份里面都没有油炸的。那我们的调味本来就是比较清淡，然后低油低盐。那我们比较特殊是我们里面有我们自己调制的招牌的葱盐，就让你整份吃起来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把一整份都吃光光，那营养其实当然也都吃进去了。红藜米饭、干贝、大虾，健康奢华的食材，低油低盐特制的酱料，用实惠的价格补充一日摄取的营养。疫情期间在家就能吃到。其实我们订餐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直接用 LINE 跟我们订，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当然你可以打电话，那当然你上我们粉丝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订餐的网站，那网站你只要透过那个网站点购，我们这边单都会直接做接单，那你也可以做到零接触，你可以用 LINE Pay 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取餐，就任何接触都不需要。 W 老板表示，原本周四店休，六月也开放时段提供外带，加入会员还可累积点数做折扣，希望在这波疫情冲击下能稳住收入，和员工一起度过难关。有兴趣的民众可搜寻脸书粉丝页黑金通。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